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号，星期二。这早上起来又一个大瓜啊！好，这个女网冠军彭帅，你听说过彭帅吗？没听说过啊。彭帅这个在中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球选手啊。好像他是不是拿过2次也不3次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好像温网、法网，好像都拿过。当然他拿的是女双，他拿的不是这个女单，拿了女单那就更牛了。但是女双也很牛了，好不好？这在中国就是家喻户晓。咱别这么说啊，我老婆就没听说过。对，反正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的这个女网冠军啊，非常有名啊，彭帅啊，在微博啊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常委、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啊，对他实行了这个性侵啊。这张高丽以前在我们天津当过一把啊，是在这个11月2号啊，北京时间11月2号晚上10点啊，彭帅在微博呢发布了这个，也就是说在我们这儿来讲就是差不多也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之前那发布了啊。那微博呢完完全全没有意识到，而且呢在因为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张高丽也不是什么敏感词，然后他说的都是什么性侵的这种东西，对不对？然后他说的呢也比较呢就是说还是相对来讲就是说，对呀，反正吧，甭怎么着，微博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竟然没反应过来啊！没有审核删除，没有反应过来啊！留存了有20分钟之久，发出来了20分钟，微博才意识到出了问题，赶快删除，赶快呢禁言。现在这个彭帅的微博好像被禁言了，赶快啊！但是呢，20分钟呢，在互联网上来讲太久了，迅速的大量的这个截屏就全都出来了啊！给你看看啊，看你看看，这满网现在都是啊，这个彭帅大量的这个截屏啊。我看看，等会儿，哎，怎么回事？好吧，这是第二页，还有呢，这种呢，全文的，反正呢，就是都全都出来了。是这个11月2号啊，这上面写着11月2号的10点07分啊。当然，现在这个你已经在微博上看不到了啊。反正呢，大意呢就是说。说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呢？说这样啊，他说啊，说3年前张高丽副总理退休的时候，找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联系他约打球，在北京的呢康宁大厦打完球之后呢，和他的老婆康杰和张高丽的老婆康杰呢一起把彭帅呢带到了张高丽家。去了之后呢，就是说呢，把这个彭帅呢带到了张高丽的这个房间，然后呢要逼迫彭帅呢发生了这个性关系啊。然后呢彭帅呢说呢根本呢就没想到，说呢这个他老婆在旁边呢帮着这把守的，谁能相信呢他老婆呢这个帮忙啊，帮忙了这个帮了老公了强奸我啊，这对。他说呢这个，但是他自己呢也承认，他说7年前呢和这个张高丽呢就发生过这个性关系了啊。然后呢后来是当时在天津的时候，后来张高丽呢升了常委呢去了北京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联系过。结果呢那就想了就算了，就说你也不打算负责，就算了。结果呢你现在又来又把我搞一遍啊。然后呢反正就说了好多，说那个把他这个办了之后呢，说晚饭呢跟他还有康杰呢这个一起吃饭，然后呢说他和他老婆呢还一起就劝他。你知道吗？说是什么这个什么地球就是宇宙的一粒沙，我们人类连一粒沙都没有。说了很多很多，让他放下的这个思想包袱，就是以后呢，就是说维持这个关系啊。还说什么说7年从没忘记过我，会对我好等等。然后呢，就又来了，就反正就是后面，反正就是说他们俩就是一起生活了，等于是他康杰张高丽他们三个呢就一起生活，说一起下棋，一起唱歌，打乒乓球，桌球，打网球，玩的都很开心，而且呢性格呢也都那个合得来，说呢还有挺开心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后来呢反正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也有一些问题，说这个康杰呢就是说呢瞧不起他啊，说呢这个说这个康杰怎么瞧不起他呢，说什么这个说呢每次呢去你那儿跟你这个发生性关系啊，然后呢就是背着你的时候，你的这个老婆康杰呢都对我说很多难听的话，当着你的面的时候呢对我都挺好的，特别的这个照顾我，说哎呀来啦这个来吧，一起来啊，一起浪啊，不是一起欢乐吧，就是反正一起来啊，说呢各种，但是等到这个张高丽不在的时候呢，这康杰对他呢就各种的冷嘲热讽。然后呢这个说彭帅说呢喜欢吃这个鸭舌，说康杰就说哎呀你真恶心，
怎么喜欢吃那种东西？然后呢，还有说呢，说这个冬天呢，北京的这个雾霾呢比较严重，说空气不好，让康杰会说你们住的地方不好，那你们郊区才这样。他说他们张高丽和他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啊，他们可能住的地方好，说我们这儿呢好极了，说你们就是那意思，你们住棚户区下等人，对不对？只有这个发生性关系的人才叫你来，你知道，反正就是这个弄得他特别不高兴啊，就觉得这康杰怎么这样呢，对不对？又是你帮着那个办我，办完了之后呢，你又这个侮辱我，反正说心里特别委屈，特别难受，等等等等的。然后呢，还说呢，这个不能够告诉他妈，说呢，每次呢，这个他妈呢都以为是去你们家这个打麻将、打牌，去你们家玩啊，就他妈呢觉得跟张高丽关系好，对家里也不错啊，但是呢，这个说每次呢还都要保密。说呢，每次呢都是呢这个他妈呢送他到这个西什库教堂，然后呢他换了张高丽的车，然后才能够呢进院，要不进不到院里去啊。然后呢就是说这感觉跟那个《甄嬛传》的一样，说你老婆跟《甄嬛传》的皇后一样，反正等等等等的啊，说他这个每天呢都在这个装。然后呢这个后来最后怎么回事呢？说这个事与愿违啊。这个到了30号那天晚上，他没有说怎么回事啊，他们晚上他们三个发生关系的时候呢，就闹起来，闹翻了，闹得比较大。然后呢说2号在下午再去你家呢，我们慢慢谈。后来中午呢又打电话呢，说呢就不让去了，就不让我去了啊，不让这个彭帅去了，说改天再联系。就这样呢就开始跟先前一样呢，又开始玩的这个消失的，又把我甩了啊，说现在玩那个玩够了，想不要就不要了啊。你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易，什么没有钱权的交易等等的。他说那这三年的感情呢也无处安放，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就说这种跟这个张高丽还有老婆啊三个人的这个三人关系就从持续了这三年了，说三年了啊，你玩够了，现在不想要了，就把我甩了，就反正不高兴了啊。反正呢就是现在呢就这个就是把他这个发出来了。他说呢这个说总怕我带什么录音器留下证据什么的啊，他说我没有证据，也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啊。他说呢我知道对于您啊位高权重的张高丽副总理来说，您说过您不怕，但即使是一段基石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我也要说出和你的事实。以你的智商谋略，你一定会否认，或者可以说呢反扣给我。你可以呢如此玩世不恭，反正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他说都做好心理准备了，说你到肯定都说我疯了或怎么样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反正甚至出来了，对不对？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呢个人也觉得，以张高丽的这个位置来讲啊，很有可能呢过两天彭帅呢自己出来呢这个电视认罪了，说呢根本没这事儿，就是胡说八道，或者呢彭帅说呢这个我的号呢被盗了，不是我发的，不知道谁发的，跟我没关系，都有可能。中国吧，你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国度，你懂不懂？就是发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所以呢你呢这个要做好一定的这个心理准备，好不好？不要激动，我怕你们很激动，过两天彭帅说不是我说的，不知道谁说的，我们家保姆说的，或者呢我这个号托管给谁了，对不对？然后呢是这个临时工啊，这个都是临时工，出了什么事都是临时工，是协警干的，对不对？不是警察，是协警啊。反正呢就都有可能，好不好？反正这是一个呢大瓜，大家呢就是说看看呢就先看一看，好不好？别太呢当回事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阴谋论啊，有阴谋论认为就明年20大了要换届了，说各种这个就都出来了。那这个我觉得我看这样的不太像，因为彭帅这也是一个有名有号的人物了，对不对？这也不是个一般的这个人。如果就是说最后呢说呢这不是彭帅发的，是什么人被盗号了，或者什么他的秘书啊谁呀、啊、瞎发的，就搞张高丽一下，还有可能。如果要认识彭帅，如果最后事实证明就真的是彭帅发的，那我觉得呢这个应该跟政治没有关系，这可能就真的是感情的事儿。因为我看他字里行间看这个意思呢，彭帅对这张高丽呢其实还是有感情的，他们俩连连陆陆续续的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在天津的时候呢就有过，就这关系就不一般，到了现在呢关系呢又，而且这关系看他讲话的这个感情也持续了三年，这么时间久了他都有感情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算是一个感情纠葛吧。当然有的人就是说，那彭帅这么年轻，张高丽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会他们就这个？以前张爱玲说过一句话，知道吗？权力是最好的春药，知道吧？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从我来讲呢，我个人更愿意认为呢，可能就真的就是一种感情的纠葛，
你知道吧？但是由于呢，他们的身份地位的这个不同和悬殊，所以呢，夹杂了很多的东西呢，在里面，好吧？但是不管怎么着吧，我想对于吃瓜群众来讲呢，这个瓜可以那个聊一聊了。我看网上现在都在说，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的。我刚刚就是说，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他那个写的很长啊，那具体的内容呢，你可以自己的去搜搜，再读一读。那比较多，然后呢，里边还有一些情节不太那什么，我就忽略了。就说哇，大意的发生什么事儿，跟你说一下就得了，好吧？那你们自己呢，再去就是看。那感兴趣的自己去看，不感兴趣的，反正我跟你说说，知道发生这事儿，就得了。那这些到这里吧，谢谢大家。